15号呢，没错，还是来到了机场街范围呢。我们就等到来自这一个 IFN 的 DJ 们呢，会来到现场跟大家互动一些玩游戏等等类似的，包括有一些艺术表演、唱歌类似等等的。我们先看看民众们呢，已经连连续续来到这一边，就等待他们的出现。我们先看看现场的气氛会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走吧。2017年1月15日 ，IFM 来到了第三年度重头新春演出《爱新年》，和马路甲的朋友们见面。IFM DJ 以模仿巨星的方式带出搞笑的歌舞剧。由 IFM 主办的马路甲《爱新年》新春舞台演出就在马路甲机场街舞台举行。参与的 IFM DJ 们包括金龙、国俊、恩慈、舒林及佩莹，分别模仿跨年代的巨星，例如刘文正、费玉清、凤飞飞、邓丽君、周杰伦和蔡依林，又演又唱又跳，逗乐台下的观众。故事围绕在飞哥与邓君君为了帮儿子刘文子找老婆，所以举行了一场歌艺比拼的找媳妇活动，吸引了凤乱飞及蔡依林来参加，还遇到了周春伦的导剧。同时现场也请来了本土著名歌手赞俊晴、尹莹、陈薇之、 Fresco 口琴重奏团担任表演嘉宾外，也客串参与 DJ 们的搞笑舞台剧。两小时后，歌舞剧也顺利来到了尾声，主办单位也特别安排 IFM DJ 们跟在场的民众以及游客们一起近距离上台合照签名，同时也看到民众们开始拿起手机、照相机拍照留念，一起度过美好的爱新年。听见马六甲，荣哥 FM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IFM 的 DJ， 我是金龙，我是恩慈，我是佩仪，我是舒林，我是国俊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爱新年很高兴第三度来到了马六甲跟大家见面哦，也是第三次在机场街上演我们的爱新年。对，大家满满的热情，满满的爱，让我们这爱新年顺利圆满的举行，谢谢大家。是的，在户外表演的体验非常的不一样哦，但是大家的热情呢，都让我们在台上呢感受得到，所以谢谢大家喽，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哦。而且很开心呢，这第一次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体验。所以之前虽然其他的 DJ 有的就是其他的经验，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忘。啊，第一次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，相信未来呢还有更多次来到马六甲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IFM， 越听越爱。